今天你要是学会做这道菜，你的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。准备一条性感的海鱼，把肉取出来，去掉鱼皮。准备葱姜加水，用你的右手抓出葱姜水。鱼切成块，倒入盆中，来点猪肥肉、蛋清、玉米淀粉、盐、胡椒粉、葱姜汁，少许白酒，先转五秒钟，中途下葱姜水，再转五秒钟，变成 QQ 弹弹的鱼蓉。锅中烧温水，挤成丸子下锅煮，来点葱姜、盐、胡椒粉。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，每道都很详细。如果其中一道对你有帮助，那就给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谢谢。